车印下无球的跑动之后推上去，跑得非常漂亮。涂善存，对啊，涂善存把分数追平了，双方一比一平手。两队分数加总，如果是偶数的话，攻守需要互换。嗯，再来到蓝队的进攻区，涂善存这个上来好球，追人犯规罚球，结果徐伟泽一个追人犯规把涂善存给送上球点。第二次了，好球！涂善存今天就有善存拿球，他球得分过了，因为这次他有好球，一个人拿了两分，涂善存。蓝队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团魂了，就是大家已经都知道自己该负责什么工作，我们就是个别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那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，把功课交出去。然后今天可能是 A 加，来自这边来车印下无球的跑动之后推上去，跑得非常漂亮。涂善存，对啊，涂善存把分数追平了，双方一比一平手。两队分数加总，如果是偶数的话，攻守需要互换。好，现在上半场剩下两分多要结束，双方还是一比一平手。这个球是要上罚球点，涂善存犯在了徐伟泽身上。伟泽慢一点，休息一下。哇，还用投篮球的方式，黄队取得了2-1的领先。投篮手感非常好，好，空档出现了，黄宏轩刷进去了，这空档走位非常漂亮，再加上他的投篮稳定性，2-2平手。再来到蓝队的进攻区，善存这个上来好球，推人犯规罚球，结果徐伟泽一个推人犯规把涂善存给送上罚球点。第二次喽，来给好球，涂善存今天就有善存罚球，他球得分过了，因为这次他有好球，一个人拿了两分。善存，蓝队是3-2，一分领先。宏轩，你太远了。哇哇，秀进来，回来，勾射。注意球进去，来 K 卡，又喊一个战术了，一二。来 K， 勾射。取得了4-2了，4-2，又是2的倍数了，所以攻区跟守区要进行交换。洪轩稳住，洪轩，红分拿到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这真的是三不沾的空心入框啊！现在蓝队4-3，仅仅一分领先，只剩下45秒而已了。红队这波守下来还是有机会的。红尊抓到球，可以。现在只剩下35秒，时间球给红尊，防守位，防守位，这个球进不算。来，好可惜啊！守一波还是有机会的，而且轮轮拉球，不要失误，踩步转过来。但黄队，黄队如果守下来，还有五秒至六秒，轮轮你出来，对，不接，好球，不接，这个投位太漂亮了，这个默契非常好，这一分几乎是一锤定音的，黄队潘君伦。在换人的一小下场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哇，比赛结束，将比赛最后的结果，蓝队是5-3拿下了合球项目的胜利。谢谢你们了，精彩，精彩，对，谢谢。
黄蓝两队经过了资格赛的较劲之后，是由蓝队取得了进军总冠军赛的门票。要与红队争夺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的总冠军。入围第一位是吴善存。独臂球方面，他一个关键的接球，然后逆转战局。然后第二个项目是在于，棒球方面，他的五次的打击有四次安打，还带有一分的打点。对。然后在第三个是和球方面，他一个拿下两分，所以他是入围的一个表现。得奖的是涂善存。恭喜！善存拿到了这个资格赛的 MVP， 应该心中很多的感想。我觉得今天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表现，是因为我们知道黄队有多强，因为我们其实在前两项是因为我们都惨输过，所以我们不断的去训练，找出能够逆转的方法，然后从这段过程中，前姐带着我们学习信任彼此。所以这 MVP 是属于大家，所以千姐的。原本是想说，就没有以为这个赛是没有这个奖项的，所以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但我觉得今天自己脑袋其实算是很清醒，然后大家的状态也都很好。蓝队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团魂了，就是大家已经都知道自己该负责什么工作。我们就是个别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那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。把功课交出去，然后今天可能是 A 加。